干爹干娘请受冰宴一拜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更何况师父还在抢匪刀下救过我一命。也请受此人一拜。将军，你们这样不是折煞我们两口子吗？快快请起。我中毒箭，生命危在旦夕，救我一命便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更何况我还是他干女婿呢。懂了懂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出去一趟可以呀，什么师父啊干爹呀、连月老的活你都一块干了。干爹从灵州来，不知道玉狐妹妹在齐府的近况如何。说来也是缘分，这齐家的三公子与玉狐姑娘性格相合，意趣相投。哎，只不过这齐府之上有一恶人作祟多年，玉狐姑娘嫉恶如仇，勇敢大胆，而且还有一身好功夫。她错嫁到齐府之后，正好助了齐家三公子一臂之力，两人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。真是没想到玉狐妹妹与这齐三公子竟有这种缘分呢。嗯，你们这就叫歪打正着。来，祝贺你们，来干一杯。祝贺你们。将军，既然前线已经大获全胜，林州那边他们二人还与恶人相缠，我想尽快处理完军中的事务赶回林州，助他们一臂之力。七师兄妈，你们真是悬壶济世，行侠仗义，有点那个侠者风范啊。什么侠不侠的，我们俩就是爱管闲事罢了。正好今晚我在军营设宴，一来为军队大捷，二来也为二老接风。嗯，来，干干干干。这边这边，军医军医，快来这里。哎哎，来了。来，这样用双手用力摁住。好，李军医，去你去那边，快点啊。来这边，程军医，那边几个伤员伤口都已经发炎了，您赶紧看看。好，赶紧用这些纱布把他们的伤口处理一下。干娘，药粉快抹好了吗？啊，马上就好。